命运犹如风中之烛。有心的朝臣虽然痛心不已，却惧于董卓手下的天下第一勇夫吕布，因而敢怒不敢言。就连朝中重臣王允，也为自己的无力而长叹不已。但是，当他一看到伫立在池边的养女貂蝉，脑中闪过一计。王允把心里的计谋告知貂蝉，貂蝉微笑地点头答应。于是，汉室的命运为何，就全看貂蝉一人了。王允安排让貂蝉和吕布相识，使吕布对貂蝉一见钟情。但是过没多久，貂蝉就被董卓带走了。因夺爱之恨，吕布和董卓之间开始心生嫌隙。王允当初设计吕布，为的就是这个时机。到了发难之日，王允以地位禅让为借口，召董卓进宫。趾高气昂而来的董卓，万万没料到，挡在去路的竟是吕布。
逆贼，纳命来。祸国殃民的鬼魅就这样因为一个女人而丧命，而这就是世人所谓的连环计。
Thank you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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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